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扎实基础知识从现在做起。欢迎收看副本终结者，我是广东一区小工会会长 PMP 的狼。那么现在呢，也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上一期呢有人会问为什么禁毒会有一堆的 buff， 这里也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buff 的效果呢，其实是一个称号布的效果。对，大家看这头所指的那个加速圈，不是你们的 QQ 啊。好好好，那么也是知道了以后，那么让我们回到正式的本期的终结者圣骑士，这里呢也是把加点给亮了出来，让大家做一个拆口。好的，那么这是一个装备的展示。那么选择的呢是一个中毒抗性的一个手镯，梦幻指纹，野谷一的十字架，65级的套装。那因为这个号呢有个魔王契约的，再加上录制的时候宠物也忘记拿掉了，所以说大家就将就看一下吧。好的，这里是溶解骑士的怪物数据，也是给那些第一次观看本节目的玩家给看的，没看过的玩家呢不要心烦啊，这也是为了我们的新加入的玩家。那么也是可以看到地图清得很快，但是这个切题的情况下是能把星光球的运动协动，这里呢也是星光球不协动的情况下爆炸的时候，基本上就因为这个溶解骑士的走位是很奇怪的，所以说要想要协动的话还是比较难的，大家可以多练习一下。在进第二张图之前呢，一定要把七滴时间给等好，这样的话好进行一套爆发给秒掉。好的，继续是怪物数据。这里是分身的数据。好的，这是没有出现的食骨兽的数据。在清德鲁这张图呢，还是一样在角落的时候等他们都聚齐了以后再开始使用技能爆发，这样的话会轻松很多。像这样已经隐瘸了，那么看了怪物数据以后，我们会看到圣骑士的一套爆发，是用星光墙给阻挡他前进，可以看到一瞬间就所有的怪基本上都死了。不过呢，里面混杂有一只魔法防御的怪物，这样的话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魔法防御的防御是很高的，所以呢这次可以看到怪物的血还有两条，也是比较难秒掉的。圣骑士呢是平民职业里面是最给力的职业，大家如果觉得哪个职业想平民又给力的话，那圣骑士是最好的人选。所以呢圣骑士是可以进行一套爆发给秒掉刀疤手的。先看完数据，这样双星光球崛起
对方对方厂啊什么的随着啊什么的打上去，这样的话觉醒 爆发的那根尖是可以把大 boss 给秒掉的。需要注意的呢是在进行这一套输出的时候呢，特别是插宝的时候不要离大 boss 太远，这样的话可以像刚才视频一样大 boss 一瞬间回头就把你 buff 吃掉了，这样的话你就绝对秒不掉的。要靠近的时候他才不会马上把你的 buff 吃掉，但是如果你离他远一点的话他会马上吃掉。好，这是小老鼠食腐鼠的数据。那过去这里呢我也是采取了强制输出的一个打法，因为呢有世界一加上进化的存在，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生命值基本上没怎么减少，但是公爵已经快没血了。那么顺其自然，真野猪呢？先把数据看了啊。顺其自然呢，其实对于这个碎片的中毒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因为被动会加一些异常抗性，再加上加级的被动一叉的进化也是加一些加15%的异常抗性，这样的话再配合自身的装备，就让自己的中毒几率大大的减少。这里也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光芒插中珍珠的时候不会变成光属性，这也是因为光芒在插中珍珠的时候，只要珍珠不在霸体状态，就会像折颈一样，有大约10秒的时间，珍珠那个敌对级是不会被属性变化的，跟折颈的原理刚好相反。折颈是在破招的时候折颈才可以有效果，但是圣光矛的话是在 boss 没有完全动作任何动作的时候使用插中才会有效果，所以呢大家需要注意这区分这两个区别。啊，对，刚才就是破招了以后就会出现光属性的一个属性变化。啊，这里也是把那个魔王契约的回血给用了出来。其实平民买这个魔王契约还是挺划算的，最佳属性就能免费的回家回血。好的，进行一套整套的输出，可以看到这爆发很强，整套的输出可以下5-5 H。看来这血量再下一次爆发是铁定可以秒掉的，只要不失误。好，这样的话真的也是被拿到了，可以看到我们圣骑士在平民下的确很给力，相对其他职业给力的太多了。那么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看一遍那个圣骑士装备提升以后的一个日常的真野猪的视频，就是小康级别的，也不算太土豪啊。
到这里也是快结束了，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问题的话，可以发送邮件到我的邮箱，也可以到我的微博去留言，也可以到新界的技术交流群里面跟大家交流一下副本的技术。这个群新界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进来。